喝吧。或者你轻点怕疼。哎，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？是。叶大。对。我们是同学。是。我叫马刚，你贵姓？我姓李，我叫李丽。你好。你好。看柠檬呢？哦，对，这是一本好书，看了吗？还没时间看呢，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会过来看一下的。好，李护士，我发现你特认真。是吗？谢谢。你要去哪儿？出院，我没事儿。开什么玩笑啊！炎症还没消呢，赶快回到病床上去。我真没事，我一点都不疼了。护士长特意交代要精心的照顾你。我是军人，我又不能泡病号，我在这待着难受。赶快回去吧，叶大的笔记我一会儿拿给你，我帮你。哎哎哎，不用不用，我来。你不送啊？我一会儿回来给您倒水啊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那个是李护士吗？啊，是我。我是那个军区的李政委。李政委你好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啊，我们单位的那个马岗啊，他病也没什么大碍了啊，让出院吧。首长，他出院的事儿我管不了，这样吧，我去请示一下护士长那儿。啊，行行行，你护士长要不同意，我给你们院长打电话啊。打给我。刘院长在吗？哎，我们那个单位那个马岗啊，他那病没什么大碍，然后出院吧，啊。马岗同志工作热情非常高，哎，是吧？他现在在那个医院里待着，度日如年。年轻人嘛，工作有热情是可以理解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放心啊啊，你们单位不错啊，那大夫、护士都很好，有一点那个救死扶伤的那个意思啊。我到时候给你们送一个，哎呦，我的娘！不是你呀，挺有办法的，冒充领导打电话，过瘾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你把我害得在这团团转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千万别说出去，你要说出去，我要受处分。真害怕了，赶快回到病床上去。行行行。李丽，哎，李丽，哎，护士长，你人跑哪去了你？药盘子放在病房里，要是病人自己拿药吃，吃错了药怎么办？这出了医疗事故，你能负责任吗？你护士长，咱们医院的医疗制度、规章制度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一再跟你说，我什么我？以后注意点你的。对不起，不怪李丽，因为我是我找李护士有事儿了，要罚我吧。啊，没你的事儿，李丽，下次一定注意啊。对不起，我这人就喜欢闹着玩，我真没有诚心想害你。对不起还不行吗？我不出院了，行吗？
我就不出院了，我好了我也不出院了，好吧？要不这样吧，哎，我给你朗诵一段牛虻的小说吧，你不是没看过吗？我专门给你朗诵一段，行不行？谁稀罕呀？一棵夏季开花的木兰树，挺立在院落的一角。高大的树干，像是一座由茂密的树叶堆成的巨塔，四下探出乳白色的花朵。一只做工粗糙的木凳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你忍忍，我去叫医生啊！我跟你开玩笑呢，吓死人了你！看你走过来了，我就想读一段牛虻给你听。上次的事情我很抱歉，我答应给你读一段的，你不也没看过吗？事情过去了，可以不用再提了。就一小段，这段很美。蒙泰尼里就坐在上面，亚瑟在大学里主修哲学，因为他在书上遇到了一道难题，所以就来找他的老师解惑答疑。哎，李护士，你认识我？是啊，那天马刚来抢救，是你和姓刘医生接诊的。你是哪位啊？啊，我是马刚的女朋友。他在201病房。哦，谢谢。哎，这么漂亮的护士照顾马刚，他没骚扰你吧？你真会开玩笑，我和他只是医患关系。再见。别闹了，我现在是病人，需要安静。安静？我看你是移情别恋了。什么移情别恋了？你是不是看上这儿漂亮的女护士了？瞎说什么呀？我问你一句话，我们俩还有可能恢复吗？不可能，陈参谋不是把该说的话都跟你说了吗？我不信，我让你自己亲口告诉我。告诉你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？好，我亲口告诉你，我喜欢上别人怎么了？我又没卖给你。好，你个马刚。护士，我要出院，我要出院。出院？你有主治医生签字吗？药房清算账单你有吗？还有医务处的通知，一大堆手续要办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让李政委再打个电话给院长、护士长。那这样行吗？我先回单位，过两天我过来办手续，我把军官证押给你还不行吗？不行，这不符合规定的。你怎么总不让我出院啊？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要真不想让我走的话，我就留下来陪你，真的。越说越不像话了。今天的事情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救了我呀。不救你救谁呀？衣服破了，我去给你缝缝吧。那我先把费交了吧。那我跟你一块去。走。没想到你手还挺巧的，小心别扎着手。我妈说了，心里要是想着一个人给她缝衣服的时候，就容易扎手。别人在旁边唠唠叨叨，我才容易扎手呢。哎呀！哎呦，真扎手了！哎呦，别动，别动，你把血挤出来。哎呦。
从楼上跳下来的。嘘。怎么了？王燕儿。马刚人呢？药没吃又跑哪儿去了？王燕儿太吓人了，他是不是跟刘东吹了？他整天跑我房间来，我有点害怕他。他天天让我吃药。脚崴了。把袜子脱了。没事儿啊，我是军人，哪有那么娇贵啊？这疼啊？疼。别再闯祸了，不然你真出不了院了。出不了院不正好，可以多陪陪你。我特喜欢看你打针包扎的样子，特温柔，真的像白衣天使。我对患者都是这样的。没有吧？你上次给我打针用了1分24秒，打点滴用了1小时47分钟，比别人时间都长。你是笑话我笨手笨脚？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意思。忍着点。哎呦，疼！哎呦，真疼！